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它们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户外饮水系统，来自 Camelback 驼峰。大约30年前，一位自行车大神 Michael， 他感觉运动的时候喝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，所以他就创新的把一个整整三升的水袋直接背在背上，加上这个轻轻一咬就能出水的吸管，一下子就引爆了运动圈。直到今天，徒步、自行车，甚至单兵作战，你都能看到这款水袋的身影，非常的专业。然后是他们的王牌龙口杯，它的瓶盖是带磁吸的，喝水的时候可以吸附在瓶身上，就不会甩来甩去，也不怕弄丢。露营我会带双层的保温板，除了可以装热水，夏天还可以用来装冰块。背包徒步的话，我就会带这种轻量化的运动板，随时可以补充水分。最好玩的就是这个 Multi Bath 多功能杯，它的巧思在于呢，下面还有一个杯子，瓶盖上面还有一个小储物空间，里面有个杯盖可以放在小杯子上面，小空间可以放咖啡茶叶，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泡上一杯，也可以跟喜欢的人一起分享。还有一些这种居家办公或者是露营都很适合使用的小杯子，颜值都非常的好看，让人忍不住就想多喝几口。那这些就是我自己常用的比较推荐的杯型了。其实驼峰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杯子，再加上30多年的研发历史呢，都只是为了解决你在户外最基本的需求，喝水。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可爱又专业的小杯子呢？